歌台新力量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棒，谢谢谢谢谢谢你，哇，这位有打广告，谢谢。今天你有什么带来什么跟歌台新力量有什么一样的表演吗？一样的表演就是一首歌可以很多个 key 没有啦，什么一样的表演，我就会唱好好的。哦，你现在会唱好好的，没有嘞，我们要看你的 pattern 啊 pattern 啊 pattern， 你在歌台新力量很多 pattern 呢，你会生病吗你？ 不会啊，他为了你看，他本来是在里面的，为了看你的 pattern 这些蹲在这边的，你看，哇，他是你忠实粉丝哎，你有没有穿阳光可乐的衣服啊？好了，没有啊，我的衣服要买的嘞，要买的哈，那个罗什么的多少钱啊？好像十多块，我比较贵的，我比较贵哈，我88块，还送你一个 kiss。 88块新币还是麻币？麻币啦，麻币就好了。我还以为你要赚新币嘞，88块哇，太贵了啦。你也懂很贵啊，没有这么大个头，不要穿这么大个的帽子。哇，你88块还有送纹的，还有送纹的。你怎样纹法？蛇纹吗？请问？啊，如果你给我买，我就 kiss 给你看了，你给我真的哈，对不对？哇，等一下，我叫人家跟你买哈。好，OK， 因为我们的许老板有点唱很多很多首歌，是，你有带来什么？有啊，有啊，我一首非常难度很高的一首歌，难度很高的歌，是，什么歌？你知道那个台湾的周杰伦吗？啊，对，跟他没有关系，就是来自台湾的一首歌，来自台湾的，我放在第三首，等下我唱给大家听。哇，那么我们的许老板要来好好听这首歌了哈，许老板，我们的。 阿妹的一首经典的怀旧怀歌曲《相思爬上心底》，来，掌声有请我们的杨光可乐。谢谢，谢谢我们司仪小雅雅，已经长大了，变大雅雅了。相思爬上心底，来送给我们所有的每一位朋友，谢谢你们。相思和我笑吗？ 说是痛苦也甜蜜，那寂寞在我心间夸大了年纪，别让那你我的爱受伤情。
哦，别人会感觉我请你来的嘞。